我房这边没有动我的了。狗狗怎么放下来了？一，那我去这被边。拿下来了哦，给你拿了，比较害这羞。个就给你拿，帮你拿 哦，这个也蛮猛的，我看，蛮麻烦的。你是比苗条的吗？当你离开的时候，你必须要进行一个速度检定，要大于三。如果你失败的话，你会失去一点力量。对，所以我就现这在样。要还要抽一个那个事件。事件，好，会，恐怖爬虫，哎呦！成千上万只虫撒在我的皮肤上，你衣服下和你的头发里，你必须进行精神检测。我觉得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，这是鞘翅目吧？我看一下精神检测，我精神多少？我是四嘛？真的是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请直。哦，原来是五六哇哦，六爆个掉了，爆骰可爆以。骰啦！我一然后眨眼获就不得一个见了，神获得智。了一个神智，嗯嗯。还是没有加，还是四，至少你扣的话还是四这是啊。角色好烂哦，可以挡一次伤害啊。对啊，挡一次也不错啦。下一位，哎，谁在调响？我哦，好。你调响。好啦，我来塞保险箱，哎、欸，二四六，我来塞保险箱喽，塞，四过了，六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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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箱喽，怎么开？开箱两个，拜拜两，直接拿两个道具啊，哪两个？在哪里？哦，这个直接抽，直接抽，item 抓两张，啊，帮我念。你就自己念啊，先看哦，右白边字那哦，个啊，等下哦。Otto，一个不透明的小药瓶里等装着黑色的液下，体。暂停一下，我问一下，就是反正你刚刚是六颗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刚刚用他是力用量智吗？力，不哦，对智不对，力那个是智，就是智力啊，是智哦。哦，那力。重来。智力的话是你是三颗，好三颗，好好。三颗。那就放回去。四颗吧。你的是是你的用哦，右智力下右下哪里右举下哪里右举？下。嘿，你整三颗那我可以哦。不，那我刚刚那我可以不开直接走吗？可以啊，你 可以可以啊。啊，那你就是甩那六颗，然后想办法离开，就这样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放回去。六颗是要离离开的开的意思话吗？是因为 sanity，因为离开是 sanity。哦，哎，是要走没有了，啦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直接走。是苗行那一间吗？你要去哪开箱啊、有，对对啊，啊，有点上远面哦，那边，不会 啊，有点远。二四六这里，哎，上面啊，上面那是啊，这个，另一边，另一边，不是要走过来吗？哎，等下你走路只能走四个哦，哦，因为是看二速度，走路是三看速四，度，然后这里，对，对，所以有点远。好，对对对。三，那几个啊？四。好，一二换我了。三四，上楼吧，你可以上楼到这里，哦，到楼上这里吧。好，那我就继续。哎，我几步啊？我这小男孩腿短，只能走三格。一二三，好，换下一个。换我，还会，我在这个很边好缘地方，我会走一步、两步、三步，开箱，开而不是房，开房，好，没没有有了，了，一早排安，再来。最多。哇，这洗的次什没么？有啦，这次快地破图了！很大哎，说实在，一楼快被开完了哦，滑梯，啊，滑梯，这个东西就是直接滑到地下室的门口，啊，对，哇，好没玩有耶，选择吗？没有选择，你就是要滑直接下下来，去了，直接哦，下就是要去。滑下来，你在这里，因为滑梯在这边，哎 好，下一个，所以那边有滑梯的图案哦。对对对，因啊，为就就是是有这个滑梯滑下啊。去的，啊，对，我看，哦，好，那换我嘛。对，我问一下，这是补
像那个影院那一边是只要走到不用停留，还是要停留？一定要停留，停留一回合，嗯，才会有效果。就是你走到那一格之后，你这回合如果你想加能力，就是停下来。嗯，等下一次轮到你的时候，你就是有加能力了。不，好了，这张走，不，走这里旁。哦，事件，图书馆，图书馆是加一。嗯，所以我可以知识先加一。最后你没有，你要先看，你要先看事件，因为有时候事件会那个会影响到。会，这是整，这是整。当你回头看你经过的路时，你什么也没看到。然后在原本应该是房间的地方，只有虚无浓，雾霾，雾霾跟和朦胧。将你所在的房间，快拿起什么快拿？快拿起！就是房间快，这个房间快。就是房间快。将你所在的房间快拿起，然后再把上面的东西移开后，将它的门对在同楼层中另一个尚未被探索的门后。我怎么就这样子啊？反正就是移形换位啦，你那一只随便移，这个位置乱放，你放其他地方去了，那样子，或者放这边啊，或者是放哪边那个还没开过你就自己移吧。移动房间的意思？对，移动房间，移动房间也是要接到门嘛？对对对，就你这个房间他自己走路了。哦，好酷，这个城中没有，那可他应该是只能原本是这边嘛？对，只能在这一层楼，同一层楼，把它接到那里去哦。哇，这样也是一种传送哎，很爽哎！你看，你待会想去哪里接哪里？接在大门口那个位置哦，可以吗？大门口，大门口，这个是那个是死路，这样对哦，这样子你就算这样也是对，你也过不去啦，你这样也过不去，这样只能这样接吧。嗯，好，这样角色要过去，嗯，然后再加一点的，是阿吉吗？你不是想去二楼吗？结果你跑到那边去了，没关系，他被传走。对，好，换下一个，换我。现在开感觉很容易开到乌鸦。开呀、啊，开啦，不管了，开了，该结束了啦。等一下，这怎样摆的有点乱了、啊？这个不是啊，这不是、啊，这不是这个。啊？是什么？事件。他自己弄乱了，厨房给他洗一洗这样子啦。有一个事件，倒咖，这个不是吧？这个是研究室，那个什么手术台是不是？研究室，不知道手术室。看脚印，地板慢慢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响，尘土飞扬，脚步在肮脏的地面上出现了。然后，当他们快碰到你的时候，他们消失了。只一颗骰子，在礼拜堂的探险者在此检定，可以多掷一颗骰子。OK， 对，只有一颗啊，你没有在礼拜堂，只有一颗，所以我先骰吧，哇，先骰，你一定得失去东西。对，哇哦，然后你我要指令，我要指令，我要指令，这颗吗？好。对啦，绳子掰，绳子掉一点，没关系，我刚加过。嗯，掉一，下一位。我要去这里，回报信箱，是这边。哇，大家都有人帮我翻了、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才是手术室啊，手术室，这才是手术室。又要抽一个事件，翻，嗨。地上雾霾吗？雾霾吧。从墙上消涌现，这字也太小了吧！哎，你按 auto， 你按 auto 单滚轮也是很小啊，没有在滚轮可以放大，在滚轮可是会失真哎，最大了，对啊，对啊，会大
我觉得它这个雾是不是到字上都有？浓雾从墙上涌现，雾里面有人脸，有数张的脸，人类和非人类，有喵哈的意思吗？每一位在地下的探险者都必须进行来吧，来吧，我们认命的来吧。所以喊我吗？还是不喊我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不喊你。没有啊，这对地下才要。关我屁事哦！而且他竟然是滑下去。哎，我是三。三的话，三的话要掷一颗骰子，并行精神判定。刚才探险者有事件符号，我们没有，好，就一颗。嗯，嗨，哎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这有还没有啊？这个，等一下我重彩。一颗，四。好，他自己四，四没事。恶作剧，四没事，只是恶作剧啦。啊，没事。光害你的恶作剧，精神伤害哦。好，精神伤害你可以选择两个其中一个吧。好了。对，还好没事。下一位，小心。好，几步三步。啊，没有，那个锁是用智看智力的吗？那个锁是看智力，对，二楼的锁看智力。啊，所以不是精神，那我去干嘛？都不是啊，都是其实基本上保险箱的锁都一定是智力啦。嗯。应该是我去的，就只有对啊，就靠他记。我、哦、这老人什么都不好，就是往这里走。我智力超高哎、欸，算了，我来这里、嗯、休息。好，好，你就可以加一了。我加什么？加一点能力，速度。这个加一点速度，加速度，不切。好，开房间，开房间，耶、yeah, ，开到了。啊，往上走了。上楼的房间楼梯哦，啊，上楼在哪里？就大厅吗？这个上楼出来之后呢，会在、就是、大门前面一个，对 ，F O R 这个 F O R E R 的、哦、F O R E R 这边，嗯哼，好，下一位，好，送你哦我还没走上去啊，我在下面啊，我还不能上去啊，好，对对对，我还没在上面，我还在这，我在楼梯间，先到电梯里面，我要玩电梯了。嗨嗨嗨，去一楼了。一楼的任意位置是一楼吗？嗯，一楼啊，一是地下室 ，one floor， 一是地下室，二是一楼，三是二楼，四是任意位置。接去这里啊，谁？这里，我刚走一步了，两步，三步。你又穿墙了啦，那边不行，你又穿墙了，你又穿墙了，这是假门。那其他地方有比较近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两步，三步，开锁。墓园啊，可以那个、啊。墓园开锁。墓园的啦。墓园啊，要等你开哎、欸这个。等你开了。墓园的啦。我去。墓园。我去。开箱。手保险箱，那骰多少？我看一下啊。五以上。那骰五以上。好，我是多少？我看一下。你很高啦，很高啦，这是五颗哎，五点哎、欸，五颗骰可以啦，好，我来，哇哇哇，爆哎，夸张，你把保险箱打爆了哎、欸，打爆了，那老人好暴力哦，拿两个吧，物品牌，耶，一二，好爽哦。拿到骰子跟铃铛啊，这瓶子、啊、就刚刚那个吧。你要先看那个瓶子是一个不透明的小药瓶，装着黑色的液体。在进入作祟之后呢，就是我们那个故事剧情开始之后呢，一回合可以使用一次。你可以掷三颗骰子来喝下瓶子里面的液体，那里面有可能会失去或者是获得神之石。哇，这也是刺激刺激，每回合都可以喝哎、欸。哦，没有啦，使用后吃掉此物品啊。嗯，会吃掉，会弃掉。对，然后铃铛是一个发出洪亮铃铛声的黄色红铃铛，你可以获得、立即获得一点神智，先添加神智。嗯，哇，碎啦，神智现在提变四了。不过我好奇，就是他说一回合一次嘛，那假如那一回合值到不好的，可以下一回合再值吗？可以，下一回合可以，就是换口味。对，可以。哦、OK。进入作祟阶段之后，一回合可以使用一次进行神智检定。如果五以上的话，可以移动任何数量未受困的英雄往你一进一格，就骰铃摇铃铛叫你们过来。对，而如果零到四的话，叛徒可以将任何数量的怪物往你一进一格，
那边也是叛徒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听起来像我们在玩那个猎人招过来的那个。对，如果没有叛徒的话，所有的怪物都往你一进一格。嗯，啊，不能自由移动的英雄不受铃铛影响。嗯 ，OK， 好，好像还好，还可啦，还行，还行，还有好多东西啊，还有个二楼在等你开啊。等一下，预兆快打开了。我觉得故事剧情我们都是快看完的啦。其实老实说，我很久以前玩的大概都是这个长度。我不知道什么，我自己私下玩的玩超快。真的？假的？对，大概都是这个长度，就是一个小时多一点才开始会开剧本。啊，都半小时一场，对吧？那太快了。我们就三只乌鸦就开始剧情了，对吧？所以现在是杰克吧？杰克啊，对啊。好，那我往下面走。嗯哼，开房间。开房会有没房间的情况吗？还有一楼吗？不，没一楼。目前没碰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目前没碰过，完完全全都开完的。一个展示厅对吧？展示厅开完怎么办啊？对啊。是当做不能开吗？如果一楼全部都开完的话，你就一楼没办法开房间啦，就没有一楼就不能再扩充啊。对，秘密楼梯，一道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在你的周围回响。你发现了一个秘密梯间，然后放置一个秘密楼梯指示物在这个房间，并在另一个楼梯放置第二个秘密楼梯指示物。从一个秘密楼梯指示物移动到另一个室围，另外一个室围移动一格，你可以立刻进入秘密楼梯，就算你的移动格数已到达已经用尽也可以。如果你这么做的话，你在你到达新的房间时抽一张事件牌，所以你可以再放一个秘密楼梯到你想要的房间去，我想要的地方，你想放到哪就可以，都放到瞬移通道。然后请问也是一层楼的吗？没有没有，随便你，这个就是随 便,、哦隨便哦、那我要去开保险箱。哇塞，哇，好恐怖。那你要现在传过去吗？好，现在过去。那你现在过去就要再抽一张事件牌，因为你开房间算体力用尽了。好，抽起来。请抽。请问以上说了几次秘密楼梯？这是瓦勒吗？还是瓦利？瓦勒，瓦利。哦，好的。瓦利，灰泥从墙壁和天花板落下，你必须进行速度检定。闪过，好，我先指啦。先指吧。我的速度是，我记得蛮高的。速度很高啊，你五哎。你速度难哎。对啊，怎么那么快？超快呢？OK， 度难吗？你很快啊，零零零零零，哦，过了吧？过了，过了，三点三过，然后再加一点速度，速度，哇塞，哇，你越来越快了，刚刚有慢过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现在还可以开箱吗？还是不行了？看一下，这三次失败的尝试之后呢 ？OK， 弃掉。其实可以啦，你可以现在开，可以吗？那智力几啊？三而已耶，你要开到六哦，你要全部都爆骰哦，你要全二哦，反正又不会出事，是啦，对啊，请开，哇，差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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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可是差一点，好啊，我。我来看看啊，开房咯。二楼，嘟，乌鸦，我应该觉得应该中了啦，应该该开剧本了，看剧本喽，我们来看一下乌鸦，是佣人房是不是？佣人房应该是啊，乌鸦，风汉，风汉，就是佣人来了，一位满口胡言还口吐白沫的尸汉，立刻获得两点的力量，失去一点的神智。如果你失去了这个尸汉的话，会失去两点的力量，并且获得一点的神智。OK， 那他不是风汉吗？他是风汉，被尸汉围住，变尸汉了。好好，风汉，好好，两点的力量。
两点的力量。你是有一个笑在你旁边，之后你拳头硬了，是不是？哈哈呦，抖掉了，理智断了一点，然后就抖音，不好就 A 他一拳，蓄势待发起。好，来，我们要甩那个，现在几个啊？几个乌鸦？几只乌鸦了？七啊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个，七只哦。你六要甩七以上，不容易哦，开很难啊，太难了啦，开剧本。你是风开了，风汉是什么、啊？英文风汉，风汉，然后配上你现在所在地是哪里 ？Server 那个 Server 那种佣人房在最下面那一排，风所以是最下面，但是直的我不知道是哪一个，看一下。Madman 啊 ，Madman， 所以是34，是Professor DC 贴 General 的那个，等下我换，我看一下。剧本34，为什么我看是31啊？哦，是三还是31？我看一下，是31哦。不 ，Madman 不是风汉吗 ？Madman 是风汉吧？风汉加哪一个？